这个要拍一下西喜，我们的这个歌后最佳华语女歌手。这个西喜这次是第三次入围华语女歌手，终于把她拿下来了哈，很开心。等一下来跟她好好的聊一下，因为这张专辑呢，这个 Boomerang 呢，她参与了这个统筹的部分，也是她第一次哈，所有都由她包办。等一下来跟她好好的聊一聊，她应该很开心。好，这张专辑跟以往风格也不太一样。我们看一下右手边，左手边，谢谢，左边上面哦。好，正中间再看一下哟，哈，拿下了，耶！好，中间再一个，右手边再一个哦，右手边哦，左边再来一次哦，哈。哇，今天真的太性感了，很 sexy 哈。西西这边也来一下，好，谢谢，来一个，来一张，还有哪边需要补的？中间后面哦，哈，有没有歌后出场不同凡响？哈，谢谢大家辛苦了，右手边，右手边，西西，西西右手边，哈，右手边，好哦，太开心，太开心，今年入围最佳华语女歌手奖就给她拿下来了，好，亲一下哈，好，都有拍到了吗？OK， 谢谢，让我们来欢迎我们的最佳华语女歌手孙盛希。哇，怎么样呢？哇，我真的不知道，刚刚在台上有一点那个秒数，就是让我一直不行不行，要赶快讲，忘记很多事，对不对？你有先想好？其实我该讲的好像都讲了，但是我好像忘记讲公司名字。那现在赶快讲一下，我们看一下正前方。谢谢滚石唱片一直以来给我很多的支持跟自由，对，这个真的要一定要谢谢，谢谢我的公司，还有很多很多同事，对，我的伙伴们，对，三次入围这个华语女歌手，这次把它拿下了，感觉怎么样呢？跟其他讲座的心情不太一样。因为我这一次一直催眠自己，就是我不在意，我没关系，我不用得，没关系 ，OK 的。别人的我很开心，就是我可以祝福他们这样子，我就一直催眠。我在刚刚在讲什么？我一直催眠自己，就是不要得失心，不要那么重，不要得失心，因为我知道这个得失心会害到我自己。然后我知道大家都很期待，但是我自己告诉自己不要太期待。而且我觉得我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，所以现在不是我也没有关系。但是没想到是我，所以。蛮奇妙的感觉，现在还在那个情绪里面，对不对？有一点，有一点，还是很开心。我觉得现在反而有感觉，刚刚在台上有点太平淡了，就是很淡定。现在比较有那个得奖的，刚刚可能冲击性太大了，可能还在那个空白中。对，真的蛮空白的。现在真的有一种拿到讲座了，然后真的还蛮重的，实质的这个有没有在手上的感觉不一样？但是 Boomerang 这张作品真的比较不一样。这个距上一张隔了三年的时间，然后你自己还有参与很多，包括统筹，对不对？这你投入了这么多心血，对，所以我也很感谢这样的肯定，然后我也想要继续好好的再多研究自己的声音，然后多唱出更好的歌吧。然后，对，我觉得一直都会有起伏起伏，然后其实我拿下这个奖。比较多的是压力，还是压力，还是压力？对，接下来对不对？我马上下台之后就感受到，哇，怎么办？明天开始我是，今天开始我是女歌手了，所以，对，我会加油，会继续加油哈。好，那我想呢，这个你的表现跟成绩大家都有目共睹，再一次谢谢恭喜孙盛希，谢谢，拿上我们最佳华语女歌手，谢谢，赞赞，谢谢，恭喜你。